给我的南沙布洛。哎，要什么样的？圆圆的。对，圆圆的。什么的？三块。五块钱两个半吗？哎呦我的妈！准备。还有两个，我妈妈要一个。放一个，我一个。Oh my god！这是俺的 baby。榴莲。我也不会选榴莲。你在干啥？哎呦我的妈！这个羊妈的，五块钱一斤。来一个。他在这儿，直接点。哎呀，黑猫。事情是这样的，糖糖明年就要上幼儿园了，我们担心他不会自己擦屁屁，于是糖糖糖糖快过来。是的没错，我们准备和他一起玩这个擦屁屁的游戏。爸爸先拿出一张纸对折一下，然后再一对折，重复这样的动作就擦干净了，看到没有？哎呦我的妈，学会了吗？学会了。要不要试一下？糖糖你怎么把屁股都擦下来了？糖糖真棒，你学会了呀。那是，你不看这是谁教的。哎呦我的妈。集合啦，今天我们来玩个游戏，差多少就是你们下个月的零花钱，怎么样？好的。游戏开始。还不错。耶耶耶，还可以这炒作。哪里？说吧，想吃什么？我请客。买了车吧。那你得了这么多红包，分纸尿裤的任务就交给你了。妈呀，还要请客吗？我。那快走吧，时间来不及了。耍赖没关系，这不轻轻松松又回来了吗？